没有这个机油包啊，先找一下，是吧？头甲。哦 ，AZ 也打一个，AZ 也顶了一个。哎呦，又打一个，漂亮！大一老师，还剩最后一个，血都没掉。对手这把幺六，看了有个小锅点，一听这把枪叫兄弟，炸一半。是的，这个情况千万不要被打补。漂亮，漂亮，大 A 老师没问题。柔点，柔点，看谁，懂了吧？太显眼了，还可以。对方没掩体，没掩体。OK， 又是我大 A 老师吧 ？AZ， 这个落地三分，二十秒，爽拿四分。他这个状态打出来啊，好事情。裴若这种地方也是异常稀缺。哎，这蓝瓦直接开到裴若脸上来了，是的，小心。先打了一个进阶蓝人，两杆枪线，小张倒地，马云龙赶紧贴过来补枪，对方是两杆枪线。AZ 从后面来了。但是马哥正面应该是倒了，侧面崔西支援过来之后，血线是残了，有人补枪，小崔也倒了，只有 AZ 二打一，而且高点枪线在干扰两队，嗯，打拿把在救人，这样救起来 Pyro 很危险啊，是的，外边主要 AZ 这个就崔西这位置不敢救了，在外边被补掉了已经 ，AZ 也没出可躲，打药。牛海比得到这个信息会往这方面多放一些注意力的，对 ，SQ 也是补了这个刚才 Pyro 让出来的大仓库，嗯，打那把三清一出事了啊，这三个人打协同，而且投注很充足，这雷哇、哦、漂亮，这个雷有些声响，而且刚刚那一波炸残了 ，AZ 自己是一个残血，能顶过来顶。再来一个远处高点有枪线，给火之后先把人补掉，可以打个药。烧到了，烧到了，一穿三了。他应该没了，他应该没了，他踩了太久的火了。AZ， 马哥能不能救？马哥能不能救？他应该是那个马哥在掩体后吧？在的，在的，在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要富二的话是在圈外的一个位置。哎，这边 The Mad 出手啊，远处将 Kickstar 给放倒了，倒在坑里的，可以救援，要顶了正面。是的，欧是带了很多投注过来的，老炮被打脸，弯急火呀！这个 Hackman 是将泡泡给炸倒了，雷太多了，还有枪去补人。这里 STK 也是进攻天霸另一个点，嗯，这个坑确实吃道具，龙斯哥想走 Vegas 已经顶上来了，被夹了，这没办法，这两队出手天霸踩不住，还剩一个灵树，灵树在底坡。在那个马路边那个坑里，是的。那这次比赛的确好像往里扎的队伍少见啊，主要是扫车太准了。对，双方一换一。是的。你看费子他们宁愿在这种位置上打架，他都不愿意去看一眼进这暗楼，尝试一下。对，被打掉了，所以大家不敢扎了。所以就扎不进来，关键是。你看，就你车刚过一秒，直接两枪头就下来了。所以说不是不想扎，是真的进不来。Happy 也是选择进攻 Pyro， 由于已经是圈边了，西部高点没有压力，所以牛 Happy 选择了进攻。是的 ，Pyro 那个方向在圈内啊，这波要先扔集火雷。哇、哦，这三颗雷同时丢。哇，这个地形好，只能说闪避用的好。闪避属性拉满，真的。身法控制好，点的很高。嗯，幸运属性也高。是的，一颗闪。丢在了后面，就过点没有抓到，混入到烟内啊！啊，周平贴过来了，有侧身，又是一次解锁住，还能打药。这波打前后的夹击，哎，这颗雷，马哥的雷将人给炸倒了，幻神也倒了，这一波只剩了围墙外围的楠楠，这波直接顶出来，一波一息换位 ，AZ 被抓住了机会啊，只剩下马哥一个了。哦，明明进去以后被火烧了，幻神这位置还不能第一时间扶，要先打药，楠楠盯过点。所有道具全部都用出来，但是马哥血量已经非常低了。战术后跳，回去还是被铁哥腾给看到了，刚好高点他们拉过来，是的，占据了一个南部的唯一山头。那 New Happy 的话拉起来一个，平安是牺牲了。嗯 ，STK 其实也看到了 New Happy 这一波又上涨的信息，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观察。圈形的东边呢是三队相互的制衡，费子虽然身处凹地，但两支队伍由于过点彼此的这种威胁啊，都不敢贸然前进。
南伟掉了一个人，但还吃着蓝圈的伤害。四阶段每秒三点，五把再摸，有一个侧身抓到了。这里 S O S T K， 南伟绞肉啊，绞起来了。负 M 的机会来了，负M从高点。还要强行对枪，但是 P 股后面的枪线吃不消啊。圈的话，这个五圈其实给到了 S T K 这一侧一点。 好消息是，牛排比还在圈，牛排比还能再继续再等一等。 SQ 东边要出问题了，他除非 SQ 那个东边他跟别人先打起来，不然牛排比那个底部其实还是有点难出。这是号的机会，南伟那边被淘汰之后啊，负 M 其实就是下一个圈型的落脚点可能待不住，这个平台待不住，这个平台是完全被负 M 抽的。 哇、哦，这一车，炸了！就看这个分是谁捡了。在这个反坡先停。哦，飞车后面一趴，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啊，把这个地形打下来。SQ 这边打起来的话，其实负 M 应该是要抓住一些机会。嗯，主要还有 CES 跟 Daytrade 那边的枪线。对，哎，远处还能扣一点分数。 车好像不能动，哇！现在还是一个满编，一个集火雷，再混烟，能混到一枪就差不多。这坡感觉牛海比也上不来全架，他也上不去。SQ 下个圈先，他踩的位置还是很舒服。牛海比找了一个机会，再往 STK 脸去了，把 SQ 是个满编，清掉了。那楠楠这个位置。 怎么顶？很难发挥了。哦，最后一颗雷带走了一个 ，SQ 倒了一个，还倒在蓝圈了，救不了了。而且看 STK 这波枪法啊，这波能不能给 SQ 再留下几个？楠楠压力会小一点。嗯。看他先把人头拿了。王胜利的过点危险，被架住了。牛海皮刚好能抽到。这个枪头要被烧了。楠楠想要跑出来，但原点还有枪线的。STK 出手。 Vegas 一定会看的，但牛海比他真的全员到这里也不行，厕所被两边架，就这个点你没有办法，还在圈。是的，这个雷是炸出些声响，但是这一波牛海比先没了呀。是的，是被 SQ 的枪线拿下的。对的，不过 Vegas 也想找一波机会，也在往山旁边去贴。 哎，已经封了大量侧线烟 ，SQ 的话是直接架住了这个烟线的出口，哎，不断的去救板，这不可能的，这DAY，这不找他去打，选择跑，这不是白打吗？呗，对的，Amos，今年差一枪，哎，这个雷丢脸上了，对吧？还在打药啊 ，CES 很痛苦，他们跟 DAY 一样，只能选择换分，朋友们赶紧。 从这个底坡出手，找一点分数，太空倒地了，那FM要小心啊，小心 STK 枪线。来，这边过来了，这边是想拉起来不给分的，两个，还被补了一个。哦，最后蓝圈的收割，这波高打地 SQ 的话，视野上有优势，小海已经倒了，术后的一个位置，确实是在地形上有些漂亮，哦，塞嘴里了一个空爆，可以顶 STK 那边在救人，是的。 这个双响之后 ，Shimzy 一下子孤掌难鸣了，但是还能找机会出手。还是有STK的枪线，他还在打，他人都不救了，把人全救起来了。STK，我这还有一个野，过来，今天还有枪线，两边的一个夹击，直接往蓝圈里撞了。这个反破能拿下，蓝圈伤太高，不给分了。STK。